你好，我是你的变态主持人，变态变成泰国人，其实我真的变态 ing 变态型的，变紧态的，因为自从三年前我开始投资在曼谷啦，咁部分物业收租啦，有少少已经卖走咗套现啦，咁我就开始咧就一个月都有一个礼拜，甚至有时个几礼拜时间咧都生活咗喺曼谷。咁我发觉原来曼谷嘅生活唔单单系旅游嘅生活，都几多姿多彩。最吸引我咧就系国际化，咁所以越嚟越喜欢住咗喺曼谷呢个地方。咁我相信咧，喺我不久嘅日子，我退休之后咧，我会考虑将我香港嘅物业攞嚟收租啦，或者做一啲嘅财务安排啦，等我多啲现金傍身。同步咧，我又将我泰国嘅一啲物业咧收租，成为我嘅现金流。咁然之后咧，我又可以一部分时间间住喺香港啦，打理下我嘅小生意啦。一部分時間咧，又喺曼谷，咁我都有諗過喺曼谷做小生意噶，嚇諗起都幾開心。你咧，你有冇諗過啊？咁不如一齊同我呢個變態型、變緊態嘅香港人一齊過曼谷，睇下有啲乜嘢嘅項目係適合我哋，順便睇下曼谷嘅生活係點啊？可以一齊去蒲下都得噶，嗱。咁我知道香港人要咩嘅，因為我係香港人啊嘛，我自己買嗰啲咪就係你哋想買嗰啲咯，近地鐵啦嘛，靚仔啲嘢最好啦，收租容易啊嘛，又唔好太貴啊嘛，我知啦，大家都係揾嗰啲嘢揀過真實睇過嗰啲先帶你去睇嘅，所以曼谷買樓一二三咪就係你曼谷樓嘅 buddy 咯，一齊同我哋去感受屬於我哋香港人嘅曼谷生活。